原标题都说康生的书法水平最高，那么他跟毛主席相比谁更好？在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中，有不少人精通书法，最有名的大概有四个人，堪称党内四大书法家。那四个人呢？毛主席、康生、郭沫若、书童。其中康生又被誉为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，他还曾嘲笑郭沫若的书法，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，我家跟木棍也比他写得强。那么康生跟毛主席的书法水平谁更高呢？先来欣赏一幅毛主席的书法。毛主席的书法跟他的诗词一样，大气磅礴，顶天立地，绝对堪称中国书法史上气魄最大的作品。比张旭、怀素少了圆拙，却多了一股酣畅淋漓、慷慨激昂的豪放气质。这种独一无二的毛体字是任何人都学不来的。当然也正因为毛主席强烈的个人意志，在艺术表现力上似乎有些用力过猛，导致过犹不及。康生虽然在近代史上名声很差，但他的书法水平却绝对值得称道，俨然蔡京在世，严嵩重生。由此也可见，字如其人其实是一句谬论。来欣赏一幅康生的书法。康生出身于大富之家，从小就浸淫于书法的世界，真草隶篆样样皆通，尤其是章草被公认为建国后无人出其右者。至于康生和毛主席到底谁的书法水平更高，其实每个人的观赏角度都不一样，也没必要非去分个高低，见仁见智。关于毛主席的书法，我们平时已经看过很多了，再来欣赏几幅康生的书法吧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